好多的臭宝问我老花一101跟那种生根液有什么区别哈？咱首先说101，它的50毫升的一个社会价呢，大概是在50元左右，而这种生根液呢，市场价大概是10元左右。有的话说啊，我知道了，便宜没好货。您不能这么说，咱们一直怎么着呢？把这个花哈当成这个人，你看哈，这个101这个东西呢，它是这种全身性的，它是光顾全身性的。如果说咱们按照这种按摩，哎。这个101呢是个大师傅，他来负责全身按摩，你比方说头啊，从头到脚他都行。而生根剂这个东西呢，它就是主要是针对根，就像这个捏脚的这种大师傅，他就是捏脚很好。有的话说啊，老爷我知道了，那我可以让这个生根液喷到上面吗？你说让这个捏脚的大师傅给你捏捏头啊，捏捏脖子啊，手法都不一样，宝贝儿，所以说你要了解，好吧？就是101呢是针对这种植物的全身心的啊，而这个生根液呢主要是。刺激植物的一个发根，明白了吗？臭宝需要花们呢不要老是纠结啊，这两个没什么可比性，好吧？好了，希望花们也 get 哈，也就是说什么呢，101可以刺激生根，但是呢价格高，这个呢如果说想生根的话，这个是更加容易去选择的，也不贵。现在护玩的这个快速生根液呢，9.9一个，拍两个呢是发三个，这个就比较合适了。自萝卜白菜啊，各有所爱，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一，嘿嘿，拜了。